334天准备，这些日子不算短。这次前进巴黎，台达将在周边会议上对国际发声，同时要用展览、用影片，在巴黎大皇宫呈现技术实力。台达对于气候变迁的关注与节能减碳的承诺，要一次到位。从利马到巴黎，这条路并不容易。去年12月，台达基金会三位同仁担任先锋，到利马参加 COP20 周边会议。行前我告诉他们，要积极建立人脉，积极搜集资料。今年台达能够正式占有一席之地，在 COP21 举办周边会议，同时也将在巴黎大皇宫登场发声。334天的准备工作终于进入倒数，希望一切顺利。台达长期关注能源与气候的相关议题，基金会自2007年以来，每年均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气候会议。我们也在想，是不是能够把台湾所累积的绿建筑经验也带到联合国来做相关的发表。因此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其实我们就对外发布了全球第一份 CSR Green Map。 在2014年利马气候会议期间，我们则进到了官方认可的周边会议，将纳马夏民权国小这么一个近零耗能的防灾学校与各国代表来做相关的研讨。2015年各国都聚焦在是否能够达成一个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承诺。台达在过去的10年，我们总共累积了21栋绿建筑的经验，结合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不但呼应了在联合国最新的气候报告有关于建筑可以大幅降低能耗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这方面新的技术带到国际社会与世人共同分享。从2005年到2015年，台达在10年间盖了21栋绿建筑，因此我们给展览取名为绿竹基。台达对于绿建筑的兴趣主要来自于绿色资本主义这本书。台达集团的创办人暨荣誉董事长郑崇华郑先，不但在2005到2006年实地走访了书中所列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在泰国的绿建筑，也把这样的概念带回了台达，让接下来台达所盖的无论是办公大楼、厂办甚至捐赠的校园，都有绿建筑的核心影子在这里面。这10年来台达所盖的这些绿建筑，不但最高节能可以达到73%，全台湾第一栋的近零耗能校园、全台湾第一座的零碳建筑，都有台达的建筑团队在里面做协助。站在国际气候会议的舞台上，该如何诉说一个台达绿建筑的故事呢？台达绿建筑里有几个精彩作品，都是向自然寻求灵感，有花，有虫，有锐利如石的棱角，娓娓道出绿建筑施法自然的态度和台达创新节能的科技。2009年，八八风灾重创部落，台达重新打造校园，图书馆仿如一朵曼陀罗花，是一座近零耗能的绿建筑。第二个场景，我们来到成功大学孙运璇绿建筑研究大楼，屋顶花园的瓢虫雕塑是建筑流露出对自然的向往，加上科技实现零碳建筑，让绿色魔法成真。好，对，只要你看到黄就把它剪掉就对了。好，来，好，走。第三个场景是台达台南分公司，雕砌一大片块石，为建筑遮阳隔热，
成为钻石级绿建筑。傲热的八月，影片制作也如火如荼，剪接、动画、配乐都是重要的环节，而算图就像是一场工程竞赛，十几台电脑24小时运算画面，因为影像规格是一般 Full HD 的3倍。我们幸运的是，台达有最顶尖的投影技术整合团队，用高流明投影机融接画面，呈现无缝弧形的影像。硬体结构是展览一大亮点，以台达在88风灾后捐建的高雄纳玛夏民权国小为范本，仿其外形架构7米高的投影剧场，我们希望生动还原，让观众在绿建筑里看绿建筑。10月初制作完成的大批结构原装运抵台湾，国外施工团队人马也一并抵台。硬体设计的初衷很单纯，希望让结构轻巧，可以重复使用。但越是简单的结构，就越不简单。我们与厂商来回讨论材质、结构、工法等所有细节，包括造型线条、染色防焰、投影光路、通风设计等等。而最后一关是时间。主办单位规定进场只有30个小时，在1天半不到的时间内要搭建并测试完成，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我们实战演练，修正误差，检讨工序动作，接着运送法国，等待进场，全力以赴。11月30号，我们即将出发，要在30个小时之内完成搭建。12月3号，我们希望能够看它矗立在众所瞩目的巴黎大皇宫。期待会是一片晴朗。